只有五家生意。早干，不要靠近，不行啊！哎，你的小孩被绑架了，赎金1000万，大家拿到不小的后门停车场啊！哎，没有了，我是哲维了。这礼拜是四母，干嘛学我了？我要跟你讲，我爱你。然后，这是被老师逼的。晚上记得要买耳机给我，妈妈来看到了。拜拜。没那么。